阿迪力太疯狂了。先犯规，先犯规，子弹。哎，拿完球先传出来。双方对于每一次的攻防都拼尽全力。我们的比赛太好看，现在进入到四分钟内，张乃瑜利用掩护，这一次给到内线，再分享球出来，来自中南大学两位队员的配合，出手，稍稍的偏出，欧俊炫拿到篮板，来到线外，寻找进攻时间，王林姆这一次 ，and one 打进，欧俊炫，对手犯规的情况下依旧势不可挡。这个张雨中人也很坏的，大哥，人家状元的。暂停，暂停，暂停，暂停。朱总请求暂停。防守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防到右手，他指挥右手，指挥右手。对他指挥右手，他打右手，他可以投，可以突。在协防的时候，你要注意，就是说尽量的，就是告诉他，右手，右手，右手。你在外线。一定要出机会，继续投，不要犹豫，好不好？要把握命中率，命中率。像你吧，啊，像你吧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比我牛。对他防不住，你不用非得硬打，就可以硬打，可以展示。你们想怎么打怎么打，想挡他就挡他，不想挡他就自己打。啊，暂停时间到，现在罚球的时刻，欧俊炫。哎呀，篮板下来，犯规，白色犯规，篮板球啊，篮板球啊，传过，传过，传过，哦，阿迪力这么远，这一下相当自信，但是结果不好出界。好球，有展鱼，好球，就这样啊，展鱼，就这样，右手，右手，出界，张乃瑜单挑阿迪力，哎，这下阿迪力切掉，眼疾手快，防一个，防一个，防一个。朱总的布置渐渐地得到了一个奇效，一定要阻止阿迪力从右边进攻，篮下再起，轻了，刘玉涛摘到篮板，刘光耀手递手掩护，这下拆过来，刘玉涛这次造成犯规，好球好球，刘玉涛罚球，好球，展越还是右手。14比8，石头人领先6分，贯彻朱总的指导上身体防守，阿迪力从右边进攻还是一样，他敢出手，篮板，篮板球，这个把篮板丢掉，看看在湖底，欧俊杰三分不中，张乃瑜看看无人防守，阿迪力没法再管，这下偏出，刘玉涛犯规，裁判鸣哨，不用硬打，你给不进去就不要硬打了。打，可惜一罚不中，掌声鼓励一下。甩，罚球命中，现在球直接来到外线的转换，这一次，刘玉涛，篮板拿下来。拼出来的外线再试，张乃瑜分享球，横向的撤步出手还是不中，继续有进攻的机会，给到低位打他，再分弧顶，这就是中南的三位队友应该有的内外线的默契。刘光耀为中南大学获得了宝贵的三分，暂停暂停暂停，郭老示意申请暂停。哎，我们这样啊，打一个边路挡拆，你俩在这边打，他要是蓝色的话你就往中间走，然后他你在那个角上，你在最远那角上，因为他那人协防不了，你俩就在这二打二，如果他要是正常落烟雾的话你就下顺，或者是往中间拐，往中间拐，然后你还是往这边下顺，你懂我说啥吧。阿迪力呢，他你要明确他只会右手，在防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证篮板球，因为你没有篮板球你就没有进攻的机会，知道吗？然后像刚才一样坚决出手就投，不用犹豫啊，相信你们自己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，来，都有分，两分钟时间，
阿迪力和张展瑜的对抗，两分钟内切分晓。展瑜防御，再往脚去，再往脚去。张展瑜依旧是防阿迪力的右手，欧俊轩提上掩护，展开运一步，直接出手。来自阿迪力，对，三分命中。太恐怖了！看看阿迪力这个动作，他仿佛在说：“现在是我的时刻。”哎，防守，防守，防守！人家又一次被拉大，张展瑜传给刘光耀，看看这边，回球 ，yes go！ 欢迎颜色，刘光耀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也能投。比分又缩至四分，防三分，防三分。现在18-14，制斗人离胜利还差一个三分。挡拆，挡拆，右手，右手。进攻时间还剩8秒，欧俊轩为队友挡拆之后，三分再来。如果命中，阿迪力将直接终结比赛。这下犯规。哎，又一刀，防守把阿迪力给撞倒了。哎呦！因为三分线外犯规，所以要罚球3次。中联大学此时此地犯规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阿迪力拥有了一次站桩输出来终结比赛。3次，三分犯规，现在3次罚球，如果都罚进的话，罚进一球，19-14。他太稳了，我的天！手感上真好。4次都罚进的话。Let's go, man！ 太稳定了，太稳定了。20-14，四，只要阿迪力罚进最后一球，制斗人将终结张展瑜的复仇之战。这是制胜罚球吗？我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就问你们，跟我打球舒不舒服？你问问他们我说啥了？你问问他们我说啥了？欧俊轩摇手说不太舒服的意思，不舒服。